先橄榄下来啊，这里有一棵橄榄树，一棵野果子啊，我们摘点下来。哇，太多了，真的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大山里面野生的橄榄啊，太急了，我们摘点下来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大山里面的橄榄啊，我们摘点回去吃啊，特别急。把它踩，把它弄碎一下就 OK 了。放辣椒面进去啊，我们。哇，黄的，马上开吃。这是大山里的果子啊，我们开吃了，给老妈开吃。野果子啊，我们开吃啊，特别黄。